过去的六月，王一博真是行程满满当当。六月一日受邀出席观赏香奈儿女士城堡高级手工坊系列。六月二日现身联想敢想敢博北京见面会。六月三日官宣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。六月五日海飞丝品牌见面会。三个定制款系列哦，一会儿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这个盒子要盖起来了，我们要。六月六日天天向上王一博讨论自控力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如果我一直在玩游戏的话，那肯定自控力就不好，因为我要控制掉自己，现在不能。六月八日公益宣传，减少一次性塑料，做个自带派。出门做个自带派，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。六月九日，王一博这就是街舞四官宣。六月十三日，天天向上走进三星堆，与历史文物对话。被创造出来的，叫洛阳城。六月十七日，主演的《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》开播。六月十八日，维和防暴队预告片发布。六月二十日，天天向上一杆四动。六月二十二日，纪录片《我的时代和我二》官宣。六月二十五日，发布禁毒公益宣传片试戏。六月二十六日参加百年礼赞，与周冬雨合唱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六月二十七日天天向上唱《支山歌》给党听。会不会因为生在和平年代，不再需要英雄？有这样的青年，为了信仰的光，奋勇向前。百年前，面对枪林弹雨毫不退缩的，手用双手创造中国奇迹的。是他们梦出征星辰大海的，是带和平安宁的。依旧有奋斗的青年，就有奋起的中华。只要党和国家一声召唤，吾辈必当万死以赴。一百年正青春。